隔天起来的时候又回来了。第二件事就是油跟加上太阳，它会燃烧，会更热，它就跟煎炭一样，头发就越来越干。所以油类的东西不能吃，除非什么油类含量在油量里面，没有，就是那一种重要。夹电棒或冰箱可以使用，因为它抗热。但是其他时间都不能。那为什么摩托车油很热卖？那为什么很多店家都要卖？像我们家很注重加把的，为什么也要卖？因为它是台湾的龙头，他们的代理商是龙头。他们家很有趣，最好的护发产品、最好的洗澡产品、跟最烂的洗澡产品、最烂的护发产品都是他们家卖的。那你如果要进他们最好跟最好的东西，那你就相对最恨的东西。对，但是我们家是不可以，我们家会卖，但是我们家没有。如果你要给我卖，有些人就是说，哦，我指定要啊，对，指定要，对，但是我们就不会。像我们家会，我们家有很多有机的，我们家是全日发，就是所有的产品都是有机的。那那你如果是摩托车，他就不买，没办法，那如果我们要，我们还是跟他合作，所以就没办法，一定会买好。然后生意好的话，那像我讲的，